甜辣口味的。就喜欢甜辣口味的这个火鸡面，先甜后劲就会很辣。再吃一个回来吃个饭。这个火鸡面就是很方便，开水就可以泡的，泡方便一样，或者是用水煮一下，我这个水煮的面吃起来会更软糯一些。牛蛙我之前一直都不敢吃，真的没有尝试过，但是吃了之后巨好吃，它没有什么异味，是没有什么怪味儿。非常的鲜嫩它的肉。老猪味的这个包辣呢。看到这个矫健的小腿，老香了，不敢吃牛蛙的想尝试的就一定要试一试，巨好吃。